耶、yeah, ，来试车啦！哎、欸，阿里贝多，试车，来乌兰给推力耶，好紧，好紧，好水，好水，好水。科比有帮我问那个宾利的后保险杆，那一支都大概150,000左右，里面预算最高的一部影片，来计价啦！耶、yeah ！哦，哎、欸，冷气好像没有很凉，这样对吗？好，来跟大家，哦，看。这酷炫有点小啦，哇，哇，啊，这画面一直抖啦啊！刚提到我就是一直，哦、一直很喜欢这哇，这酷炫上电啊吧？敢买差四机提供就好啊？啊？哎、欸，干这变速太硬了吧？啊，干现在无冷气，我希望。啊，开窗户啊！可是开窗户又影响收音，哇，哇哩哩！哦，今天天气那么热，外面还比较凉啊！啊，我温你哇！完了完了，看这个内裤都湿了。哎，哦，我来讲吼，哦，这种车哦。孕妇不要坐，我还讲，哎，今天蹲下来绕贴，我不爱坐，哎，今天还蹲下来绕贴。好，我现在进来这个山路，这个避震器，我真的哦，我今天全部拢弹，来干嘛弹你啊？双湿牌，外面湿，里面也湿，哎、欸，全身湿哒哒，我也会掉刷哇啊啊，我还不拿还拿掉刷啦，哎、啊、我。看一下我们咱，看一下我们咱的人哦，登个 ，OK， 我登个有没落梯？以外我搁热到要死，哎呦，哎呦，酒喊呐！我真的热到有点语无伦次，靠腰，热。这个车哦，有以下几个好处，第一个隔音好。拄了三宝啊，车顶拢歪紧行，你创啥？车顶唔紧行，哦，你创啥咧？摇三下无？第二个，税金省。第三个，室内空间大。老板，可以走了吗？太小了。第四个，品牌形象好。少年的车袂歹哦。Lexus 的车有几种人？第一种人哈、哦，就是他原本开进口车，他真的羞怕了，我真的怕了，修理该惊，好、哦，源自于对修车的热爱，好、哦，还是活得精彩，修得痛快。第二种人是大家在路上、马路上最常遇到的 Toyota 升级的人，好、哦，我们统称为三宝 2.0 版，他已经习惯了 Toyota 的这个稳定度 ，Toyota 开了久了，升了一个中低阶主管，开双 B 又怕修，惊死、放惊飞、惊死、惊修理耶，好、哦，他就来买这个。
Toyota 的升级版，高级 Toyota。 我们再次强调好不好，没有针对每一位开 Toyota Lexus 的车主，是你们比较倒霉啦，刚好三宝都喜欢这个品牌。我很想第三种最屌，三宝 2.0 的儿子，你刚出社会，家里也算还不错，对不对？三代公务员，致富传奇，三宝 2.0 的儿子，三宝 3.0。 这很像在搬大体耶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十五万块也才升几万呐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要成功哦！好，赶快一句停好。哎，停好，停好，把它停好，把它停好，把它停好。这边都停好啊！你卖讲有人催我，讲我无跌。哎，拜托哎，我无学过弄个一届啊。好，好。这么小啦，什么声啊？我掉了，六九啦，六九，你在掉痛啥？大腰啊，大腰，不都腰啊，叫那么响出来？你干个，干能叫啊？干能叫？我靠，真的，大腰，哦，真正好出啦，瞬间解锁技，哇，快干起来点啥？快干黏手的，黏手同志，哎，用这样子瞬间用快干哦，黏什么都黏不太住。我跟你讲，手指头一下就黏起来了。其实这个这一支最难的是里面而已，这支绿的不是难，都最困难。就烧掉，叫快干烧掉嘞，快干也烧哦。哎呦妈，啊，最近厉害是嘛？我天，啊，头上米冻了就可以耶。人前人暖，好不好？拍出 Discovery 的那种水准， Discovery 你知道？ Discovery， 哇，这个双卡位，国光客运卡一位，砂石车卡一位，欸，我要塞到位，别人拢免塞，拢拢恁兜的。大车我那嘛是有三宝的啦，知影大台啥物边啊去，啊石头一直拉，哎敢对？你就好比说哈，我二十几岁的时候，一个晚上可以七次，那我现在四十几了，我一个晚上大概也剩下五次而已。我老公试试起来尿尿，我就红了，妙手回春，蓝鸟金借用，嘿，刚才卖药啊，我这贴药啊，那吃落去，对不？保证你回春，下下叫，叫叫叫，我恁某叫唔敢，那可能。投资是有赚有赔，对不对？投资婊子有去无回啊！还要参阅这个公开说明书，好不好？我今麦已经变综艺咖，对不对？我们本来一个专业的哦，中古车达人，通告会啊，变专业的讲干话达人，就水了哈、哦！哎、欸，来综艺啊，敢新的嘞！你看眼睛如水，哦，有无？这个你有水无？这是在过个三个星期啊。嘿啊！要比赛，要 PK， 要有惩罚。什么惩罚？来。哦，再问其他去买麦当劳德莱树。安尼。敢要搏？可以吧？接到。哈哈。我差我也袂输啊。会惊吗？处理下去，眼睛蒙起来，猜看看谁对车比较了解。Copy 这次的比赛，你有没有信心？有。非常有信心，那来唱下一下，唱下一下。我摸车的时候，他搞不好在读书，我已经在摸车了，所以一定没有问题的。哦，不错哦，不错哦。小芝，你有信心吗？你知道，当我笑声停止的时候，就是我不笑的时候。唱下一下。我是谁？中古车达人小芝，哎，我摸过的车比柯P摸过的还多，基本上我的字典里面没有输这个字，好不好？阿柯，你等着受死吧。宝贝，要不要系安全带？好，我帮你系好了。你怎么都不说话？哎呦，看好近，我好害羞。小心坐好啊、哦，我们就去买麦当劳。
呀！我也输啦哦！礼拜五的下班时间，敢坐摩托车哎！宝贝，你会冷吗？小朋友一直看啦、啊、哦，超尴尬的啦、啊！怎么那么尴尬、啊？你要坐好哎、欸，你要飞走哎、欸！麦当劳怎么那么远呐、啊？被搞没啦！啊，看公车站好丢脸，好多 OL 在等公车。安诺啊，我得再去啦，安诺啊，我妈跟我讲再去啦，我忘记要去不，就随手。我被笑了啊，被路人笑了啦、啊、好丢脸哦，干，我快进去等来住，我快干进去，那我帮你点二号餐哦，好不好？你不说话我就当答应哦。嘿嘿嘿，我买好了，那个零钱帮我投进去就可以，谢谢。我们买好啦，我们回家啦。好啦，我们既然没有预算，请修哥哦，请车模，请网红，以后车车影片都带着小爱出门就好了。我觉得肚子有点痛，不然我们去汽车旅馆上个厕所。你放心，我保证，我只是去上厕所而已。我看公车停在我旁边，靠腰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旁边还有公车，我的眼睛不敢往公车看，应该蛮丢脸。我终于到家了，我好感动哦！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下一次科比又来讲，我一定要跟你凑阵。I'm gonna go to the hospital.